自从我新冠阳了以后，大概已经快2周了。这2周主要是以休息为主，但我还是从我查出来自己是新冠的那个营地之后，我已经换了3个营地了，这是第3个。为什么要换营地哈？第一个营地，因为当时是临时找的。就近找的是一个适应的营地，它条件其实很好，甚至它还有免费的 WiFi，还可以 WiFi 上网。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营地就是没有人气。第一天我开进去的时候，还有另外2、3辆房车，从第二天开始起，整个营地就是一辆车都没有，除了我以外。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有点不安，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单车宿营，在那么大的一个营地里。如果这个营地一直都没有其他的房车来住的话，那就我一台车，我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因为当时病得也是太惨了，就也没有力气做移动，然后再加上当时那个营地因为没有人，也真的是做 COVID 的隔离的最好的地方了。所以等我体力稍微恢复了一点之后呢，我就换了一个比较有人气的营地。但是呢，我不喜欢商业营地，就一点都没有。私人空间，邻里之间从窗户就互相都能看得到我，而且就是环境也没有任何美感可言，我不喜欢这样的商业营地。但是呢，在我生病的时候，这样的商业营地呢，它比较方便，有水有电，然后信号也很充足，所以我还是住了几天。后来我觉得我的体力可以了。我就想移到一个我觉得环境应该不错的营地，但是只有2个小时的路，我竟然开了好几天才开过来。因为我第一天打算走1个小时，然后我把2个小时的路打算分2天走，可是第一天的这1个小时，我开了十几分钟之后就觉得体力支撑不住了，当时。可能那个新冠的病毒还蛮凶恶的。然后不到30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神志会一阵一阵的不清楚，然后差一点把车开到路下边去，当时把我吓坏了。然后我就前面有一个大的 turn out，我就赶紧出去了，没想到。我出去了，就停在路边，我就已经撑不住了，我就到床上去想躺一会儿。没想到我躺下去以后，我就像昏迷一样，我就昏昏沉沉的起不来了。我居然就在那么嘈杂的高速公路的边上就昏睡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我才缓过来。但是当时没办法，也不能再高速边上待着呀，我就缓过来一点之后，我就打起精神，把车还是开到了我计划的第一个营地。原来我以为我体力可以，我开到第一个营地休息一晚，第二天我接着开剩下的1个小时。结果因为这1个小时开的就是太难了，我知道我还没有力气驾驶。所以我就在那个营地住了2天还是3天，我都忘了。之后我觉得我力气好一点了，我又开剩下的1个小时。然后那一天呢，我还因为我想找到好的营地多住几天嘛，我还去超市买了食物，补充了水，然后又开了1个小时，开到这里。我居然一路就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没有感觉到身体支撑不住的那种状态，就很正常的开过来了。所以到了这个营地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哎呀，我可能是
体力恢复得不错。结果，当我安置好了，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就咳嗽加剧得很严重，就咳到停不下来，然后头很痛很痛，喉咙非常痛，喉咙的痛已经本来减缓了很多了，然后又喉咙非常痛，就我整个就倒回去了，就又回到一个很不好的状态，然后我就知道我是真的不行，我不能够使用体力，这个病毒应该在我的身体里，我所有的体力还在用来跟它对抗，我只要消耗一点体力，病毒就占上风了，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在这个营地住一周。这个营地，我很喜欢，非常安静，给大家看看什么样。给大家看看我这些天养病的院子，小鹿又来了。昨天下雨，它没来，我很想它。它每天都来，它是。跟他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他是个 twins，但是我没有看到过他妈妈，他是不是已经独立了？这个营位它的长度不是很长，但是对我的车够用了。这里边也有更大的、更宽敞、更长的营位，但是通常我不会去拿那样的位置，我会把那样的位置留给大的车。我的车有一个刚好的位置就好了。这两天在这里边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放松的。刚开始来的那两三天，我除了给自己做点吃的以外，基本上都在睡觉，因为我好像是做完了饭以后，我就已经疲惫不堪，就撑不住了，就想倒在床上睡一会儿。哎，我体力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一直从小学到大学在校队里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我从来没有身体这么弱过。哎呀，我也因此觉得这个，我当初呢对新冠已经有一点放松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得了，好像后边这个 Omicron 也没什么问题，好像也不是很严重。我就当时的心态就是说，既然出来旅行，要走那么多地方，接触那么多人，得了就得了呗。所以其实我是有点轻视他了。我得了之后才知道，哎，真的千万不要得，一定要防护，保护好自己。虽然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也有很多人很轻，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这都已经十几天了，我的体力还没有恢复，所以真的是就是要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传上，这个对身体的健康是很大的损失。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这里边待了这几天之后，我觉得精神头恢复一点，就现在白天。不会一直在睡觉了。今天有空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房车以外的一些话题。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定义我的频道是生活频道，不是房车频道。就是房车，它是我生活的载体，但是我做我的频道的内容，它是关于我生活的全部。还是有一些力不从心。在我离开温哥华，马上要开始这次旅行的时候，日本呢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都很震惊的事件，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当街射杀了。这个在控枪的这种
日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我当时也非常震惊。安倍呢，他作为在日本历史上安倍呢，他是日本有史以来64位首相中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他也是日本第一个战后出生的首相，他在日本人心中的位置还是很重的。他能连续担任首相那么久的时间，他在国民中的人气可见还是很高的。但是即使是我知道这一点，那么他去世的时候，他葬礼的时候，那么多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少到街头相送，很多人都哭了，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后来日本政府确实也公布了他的葬礼以国丧的规格，将在九月份就是以国葬来举行他的葬礼。那么安倍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管是他穿着超级马里奥的 cosplay 的衣服从奥运会场上冒出来，还是他穿着这个自卫队的军服从坦克里冒出来，他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政治人物。安倍首相被射杀之后呢，关于他的各种报道非常多，甚至包括他如何宠妻啊之类的这些花边话题也都出来了。所以我今天要谈的也是就是说非常生活化的一件事，我谈我对他的一点私人印象，只是一点，因为我当然我并不了解他，我只是看到一方面，我就讲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对我震撼非常大。我有一次有机会看到安倍陪他的母亲出席一个活动，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包括带着母亲入座，包括陪母亲说话，这个过程中安倍对他的母亲是毕恭毕敬，就是那种毕恭毕敬的程度，我看了很受震动。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已经看不到有哪一个孩子对父母是如此的恭敬。他对他的母亲的不只是态度上的恭敬，他言语上全部用的最高级别的敬语。当然在日本就是比较上流社会的家庭的孩子们都是用敬语的，他们都是就是会讲普通老百姓不讲的那种程度的很高的敬语。这个是日本上流社会的一个文化。所以你如果一听到有一个人他讲敬语，你就会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不一般。像我们公司，我原来从业的公司，我的老板他是日本过去的皇亲国戚，那么他的父亲呢是日本的人间国宝，就是天皇受封的。那么他的儿子和侄子在我们公司工作，两个年轻人在公司里对所有的人都特别恭敬，对我们这些手下，对比他年轻的员工全部都用敬语，这是很不一样的。日本公司等级制度森严，稍微一点点了不起的一个小科长跟同事讲话都很 elasoni 那种态度，都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但是他们两个跟任何人说话都是毕恭毕敬，态度非常端正。所以这就是家庭教育不一样。那么当时安倍对他母亲的那个恭敬程度是我一生中没有见过，没有亲眼见过一个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如此的恭敬，所以当时我很受震动。当然安倍的母亲也不是一般人，安倍的母亲他的父亲也是首相，安倍的母亲呢就是杨子夫人，她呢还是一位书法家，她的书法很有名，
她在日本的政界的夫人中，那是没有人能够撼动的领导地位。所以，当然就是说，养子夫人她不是一般人，但是呢，我感觉就是那种孝道，我们中国传统上的已经消失的孝道，我突然在安倍身上看到了，这是当时非常震动我的。像这样对父母毕恭毕敬的态度，我在日本除了安倍对他的母亲以外，我另外还遇到过2次。那一次呢，是在我26岁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位忘年交，他是日本的华侨的一位侨领，年纪很大的一位老先生。他请我在一个非常高级的中餐厅吃饭。当时呢，他大概是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因为他70多岁了，我跟他之间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大概为了让我有一些年轻人的话题，所以他把他儿子叫来占陪。所以我说，为什么是占陪呢？因为他儿子自始至终是站着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这样面对面的坐在一起吃饭，然后他就把他儿子叫来。他儿子当时应该30出头。从他的介绍里呢，我知道他当时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政治新星。那么，无论从他的年龄还是从社会经历上来说，肯定都比我一个从大学里刚出来的年轻女孩子要高。可是呢，在陪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始终是站在一边的。我当时就非常惶恐，因为我觉得他站着我坐着，我就非常紧张。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不坐吗？”他说：“你是父亲的客人，就是在父亲和父亲的客人面前，我是没有坐的这个席位的。”当时我特别惊讶。这位台湾的老华侨，他保留着那种，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里，就是父父子子的这种关系，所以呢，他儿子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虽然是那么有成就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在父亲面前，真的是很恭敬，然后举手投足都是，非常谨慎，这件事情当时对我也是非常震撼，就是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孝道，原来是这样的。另外一件事呢，是我当时24岁，我还是在东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东京大学的同学。还有另外一个早稻田大学的一个学生，我们三个女孩子去长野滑雪。长野的那个滑雪场，在这个我东京大学的同学的家附近。他父亲呢是当地的一个日语叫"翘翘"，就是町长。这个像行政区域上来说，有点好像是村长，又不是村长，区长什么之类的吧，反正是地方小官。那么我们当时是住在他家里。那么我到了他家里一看呢，就是他父亲用我们中国的词来形容，就是一位乡绅。你看他的家里布置的中国的挂轴、中国的象牙雕、中国的工艺品，他就是很典型的那一代日本人。就是过去老一辈的日本人，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崇拜的，家里都有一副中国的挂轴为荣，这是一种教养的就是表现。另外，那个早稻田大学的女孩子呢，她的父母都是早稻田的大学的教授，那么我的父母呢，也都是教授，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呢，就是我们家教的不一样。到了那儿第一天就体现出来，当时让我非常尴尬。为什么呢？第一天我们到了他们家以后呢，就一起吃晚饭，
聊完了天之后，我们三个女孩子就要回房间去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很 casual、很随意的就对他的父母说：“おやすみなさい”，就是晚安。结果呢，另外两个女孩子，我的东大的同学和早稻田大学这两个女孩子，都是在桌子前面把身形放正，把他们的就是正坐，就是跪着坐的姿势摆端正了，然后非常恭敬的对着他们的父母行礼说：“おやすみなさいませ”，就是“おやすみなさいませ”是敬语。我当时就尴尬了，真的好尴尬，就是说哦，原来要对他的父母大人要如此的恭敬才对哈！我当时真的就是很汗颜。这个呢，就让我当时就意识到了我们家庭教育的不同，就是他们两位在日本受的家教，就是对父母要毕恭毕敬，而我在中国，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孝敬父母。尊敬父母的孝道，我们也有，但是到了我这一代，有谁会对父母天天鞠躬行礼，每天就是请安问候？有几个人会用非常恭敬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呢，我一下子就觉得说，虽然他们都是继承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我们身上却没有了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不管是安倍前总理对他的母亲的恭敬，还是台湾的老华侨的儿子对他父亲的恭敬，还是我日本同学对父母的恭敬，这样的孝道，在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很难看到了。这个就是我非常受震撼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很多传统的美德，我们已经消失了，但是在日本就保留得非常好。他们从中国学了中国的文化，我们这么多年的社会动荡下来，传统的很多的美的东西都没有了。就比如说，像《三字经》在过去是教小朋友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直须悲如直盈"，就是你拿着一个半空的杯子，你要像拿着一个满的杯子一样小心谨慎。它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就是你不能够忘乎所以，你始终要怀着一个谨慎的心情。这些东西现在，我们有几个人是用这种心态在生活的呢？但是在日本，你可以体会到是这样，就是类似于这样，日本从中国学去的，在我们中国已经消失了的很多东西，在日本保留得非常好。就比如说，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国宝修复的这个专业的团队，包括卢浮宫在内的世界顶级的博物馆，都是请他们来做各种修复的。这个团队是日本人，他们所用的很多技法都是很多很多久远的年代之前从中国学去的。现在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竟然没有日本有竞争力。日本的手艺人，他可以做一样事情，比如说做个木头碗，他可以做一辈子；做一个筷子，作为一个筷子的匠人，他可以做一辈子筷子；打铁，打一把铁壶、锡壶，他会打一辈子。所以，日本的这个匠人精神，就是他安心专心。淡泊这个世上的名利，只做这一件他想做好的事情，把它做到最好，做到极致。所以，日本的这支国宝修复的团队，在世界的这个行业里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的。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东方的
我们传统的中国的很多东西丧失掉了。这些东西就是日本不但学到了，发扬光大了，他们一直在坚持这些东西。曾经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网红博主叫风同学，他写了一篇博客，准确的话我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是说在京都遇见唐朝，就是他第一次到访京都的时候，他觉得走进了中国的唐朝。所以你可想而知，日本它保留了多少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美德、传统的手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中国人是反日仇日的。其实我最初也是不喜欢日本，我去日本留学并不是在我计划中的，是一个意外。但是很多不喜欢日本的人在去过日本之后都变得喜欢日本了。为什么呢？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日本，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些喜欢日本的人都因为在日本看到了我们熟悉的、我们传统的、我们中国不存在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日本它整个社会的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是它日本本身吸引人，我们作为中国人喜欢上日本，其实内心深处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是我们从那里找到一种文化的认同，就是它的那个文化让我们感觉到舒服、喜欢。那这些东西其实本来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现在不大有了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日本，因为我在那里能找到文化的认同，因为我从小向往的一些儒家的、一些道家的这些文化，我在日本我可以在生活中设身处地的随时感受得到，这就是它真正的魅力。我在做 YouTube 之前，还是我在Facebook 上在发我的旅行的照片的，就是我旅行刚开始的一两年，很多人评语说，因为我从日本来的，所以我有极简的很美的生活方式，很优雅的生活态度。大家都这么说，不只是美国人这么说，连我们中国人也这么说。其实我每次都想跟他们讲，我的极简的生活态度，我的就是珍惜每一天好好生活的这种生活的态度，不是来自日本。我以前在视频里有说过，这些都来自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她身上带着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些对我的影响很深。其实极简这个概念早在西方人奉行之前，我们中国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就有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这些气质是从日本来的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都不认为中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每次我都觉得很遗憾，我真的很希望以后再有人说我优雅的时候，会说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有中国文化背景，所以我很优雅。冰箱基本上空了我的水也快没了。说这一步是把空气抽出来，可是我这什么也没出来呀、啊！别人的视频里那个液体和空气都出来了，不知道这个算是修好了没修好，反正有点脏兮兮的，希望它不要再裂开就好了。
那一个小胶水只能补一个洞，我还有一个洞，还得再买一个胶水，下次买多几瓶胶水，还不知道在阿拉斯加的路上会出几个洞呢。等我回来看看这个玻璃成什么样了。把头抬过来，看着我。对啦，好漂亮哦。嗯。